iPad mini 6 外形配置曝光。从行业内消息来看，明年是 iPad 产品爆发的一年。目前已经曝光的型号有 iPad Pro 5、 iPad Pro 6、 iPad mini 6等。这其中 iPad mini 6似乎已经定了下来，可以说这是一款缩小版的 iPad Air 4，相同的元素整合了 Touch ID、 指纹识别的电源键、横向模式的双扬声器、 USB-C 接口、1200万像素广角摄像头、支持第二代 Apple Pencil 等。不同的是， iPad mini 6是一块 8.3 英寸显示屏，机身厚度为 5.9 毫米。考虑到 iPad mini 6的定位，处理器很有可能是 A12Z 或者是 A14， 明年上半年发布。